间太短了，然后就和他玩了那么一小会儿，感觉不过瘾。然后下午趁着楠楠没睡觉，我去带着他找我妈马海鸥来。然后平常很少，基本上从小就没有和我妈单独出去玩，很少很少。然后现在有了楠楠，然后我们三个人也玩一下，去出去走一走。那老娘鞋厉害，你坡鲁上将，你看老娘的女汉子。难得有机会能跟女儿以及外孙女单独出来玩，姥姥似乎玩得比然然还开心。对，这一个人啊，租的租的。哎，那咋回事啊？我不知道。你行啊，孩子把他放这儿。你不行。走喽，走喽。去飞呀、啊！呜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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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一次就和姥姥还有我人家我们三个人单独出来玩，然后我问他高不高兴，姥姥说高兴，实际上是姥姥高兴，然后都没有感觉的。简单朴素的话语，亲密无间的动作，言辞之间透露出幸福与满足。举手投足都带着亲情的温度，能有家人的相伴，这无疑是小宝贝们最大的幸福。